北京时间8月12日。众所周知， NBA 目前所用图标的原型是湖人队名宿杰里维斯特。诚然，这是我们早已心知肚明的事，但联盟出于商业因素方面考虑至今日也是对此未正式表态。那么如果未来因为某些原因联盟需要更换这个图标时，你认为他会换成谁呢？今日美媒 THE NBA ACE 就在社交媒体上晒出了5个联盟新图标供我们参考，而伴随着这些图标的出现，球迷们随后也是热议不断。美媒给出的这5个图标球星原型都是现役球员，他们分别为从左至右、从上至下、库里、诺维斯基、乔治、威少和詹姆斯。在这5个联盟新图标之中，如果谈及特色，诺维斯基标志性的金鸡独立可谓是让人印象深刻，而相比较之下，其他四位球星的动作可谓是无牌大出彩地方。那么对此，你又最喜欢哪一个图标呢？又或者说，如果有可能，你希望哪一个图标未来能够成为联盟新的形象？